唔知啊，阿 Terry 話咧打疫苗會引致心血管阻塞就太牽強啦。係啊，我都講唔出理據啊。但係所以我咪話要存疑咯。嗯。因為你實在太奇怪啊嘛，你打完咁啊，第即係第二日就走咯喎、嗯。啊，喺屋企就仲係咁急喎、啊。嗯。即係通常咧，你會有啲時間嘅。啊，即係你譬如你話即刻誒救急救完未到啊，電擊啊，好多時都會即係好多香港嘅例子都救到嘅。所以我咪話我唔夠膽講啊，我就會。我就會存疑啦，我你問我，我就會判存疑啦。其實個死因咧，人就死咗啦。我唔知啦，死於自然，我諗都有得賠嘅。嗰、那個保，我唔係講政府啊，我講如果自己有保險嘅話 ，OK。如果有意外保就冇得賠噶啦，因為你死於自然啦，唔係意外。好啦，講翻啲開心嘢先。咁啊，長話就短講。咁啊，哆啦 A 夢咧 ，and friends 嘅重回特展咧，就聽日開始 ，OK 嗱。就移師邊度咧？星光大道同埋啊海濱咁嗰度，星光大道嗰邊咧就有個免費展區。咁另外咧就亦都個收費區嘅嚇、啊，收費區就 K 十一嗰個六樓嘅收費展區，有萬幾尺啊。收費展區咧全部飛賣曬，係嗱、啊。而免費展區咧亦都唔係你 walk in 就去到喎。嗱、啊，你哋要預先喺網上登記嘅嚇、啊。第一個禮拜咧，即係七月十三至十九日咧，免費區域啊，即係嗰、那個。海濱咧都爆曬㗎啦，都爆曬㗎啦，係咪？嗱，其實嗰度仲埋好多人㗎嘛，可以由朝到晚喎，都爆曬啊！咁你話啦，屌你老母呢啲，喂呢啲完全唔關你政府事嘅，呢啲人哋一早預咗嚟搞嘅，咁當然你將佢納埋入你個城市度啦。嗱，呢個政府真係閪病到，有陣時我都覺得係好撚慘，即係我另一方面我攞撚體諒佢，佢做乜都俾人屌。你好似嗱，你而家嗰個咩 CVM 嗰度咧，你判咗俾佢啦，又有錢收啦，唔好咩飛啦，人哋咁有經驗都係賴嘢，屌你老尾閪！咁啊 CVM 就當然啦 ，CVM 又俾啲所謂拆展啦，佢搞清楚都唔係 CVM 自己直接啊，佢再揾啲人去 propose 出啲 project 俾佢，屌你老母閪！結果你都可以做到咁撚蚊州，都係要俾人屌嘅，閪病到，屌你老母！你個特首走去屌你啦，哎呀，我代表香港乜乜乜接熊貓，唉，我真係唔識講嘢，屌你老實講啊！你唔去佢唔俾紅貓你咩？喂，最好少數紅書人仲要串鳩你喎，話屌你老母，我哋大兩包紅貓睇咯，做得好，我點會落嚟香港睇紅貓啊？咁啊咁講，咁啊香港人有啲人都出去睇紅貓啊嘛，係嘛？好啦，咁啊嗰啲長話都唔講啦，細話。咁啊真人版靜香啊，真人版靜香就即係得個講得個笑字啦，都一大把年紀啦，就藤子 F 不二雄個二女啊。聖佑日子咁啊，本來當然就唔係啊姓聖噶啦，啊即係姓李個姓啊，因為嫁咗個老公啊姓聖嘅。咁佢咧就嚟啊出席咗呢、這個即係5月25號出席中山公園個快閃活動之後咧，琴日咧再嚟到香港，連同主辦單位咧啊林樹欣啊 SK Lam 同埋嘉賓咧就出席今朝舉行嘅開幕禮啊。咁啊當然都有啲啊有俾啲 speech 啦。咁啊，唔講啦。咁啊，大家咧，我諗啊，香港人你特別有小朋友嗰啲人咧，都多數會去嘅。就算冇小朋友，都有童年回憶噶嘛。係，但係咧，嗱，你問我，咁我咧真係第一代睇叮當嘅人嚟噶啦，真係。但係你話我會唔會專登去睇，我又未必喎。我行，我唔係未必，我唔會。但我行過咧，嗱，其實咧，我真係好慘啊！自從我啲漫畫咧。因為我視網啦，同埋咧，因為已經譬如話叮當，喂一至八十集咁講，哆啦 A 夢，我中間已經斷咗啲浸濕咗啊嘛，我已經準備咧斷捨離啦，其實啊，咁我其實有陣時我睇翻咧啲我啲藏書啊，嗱，我都好撚震驚時間嘅人，咁快一打開一本文傳嘅叮當入邊，或者嗰個九面人入邊，哇屌1992年，哇30幾年前，但係其實我睇嗰啲漫畫，我買嗰陣係1990幾年。我睇嗰陣可能1980幾年，甚至乎1970幾年嗰啲海即係海賊版啊、盜版嘅以前。咁啊，到我1990幾年，我20幾歲先有能力，同埋有人出正版，我就去買正版，一直係儲到咁樣。原來又冇曬。呢、這個唔係童年回憶。咁叮當係我咁多套漫畫入邊，你唔能夠話係最中意，但係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位嘅。你擺喺你嘅心目中，永遠一個好大啦。其實咧，叮當做電視劇嘅時候咧，喺 TVB。其實我就已經係相對冇乜點睇啦，因為10幾歲啦已經。但係因為叮當咧，佢係其實嗱、類似藤子 F 或者藤子 F 不二雄或者藤子不二雄 A 咧，佢哋即係分頭行事啦，兩兄弟。
咁啊，即係兩個朋友啦，佢又有真係合作嘅 Q 太郎啦，話跟住話自己行咗出去做呢個忍者小靈精啊，都有類似咁嘅，但係叮當個地位真係好唔同。嗯 ，OK， 咁你諗下誒，而家兩位都唔喺度啦，咁叮當嘅故事都仍然繼續㗎，仍然會有即係有啲劇場版啊咁樣。誒、好老土喎、啊，係嘛？誒、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啲，即係自己其實都係好大雄嘅，我覺得我哋。每一個人就算你話喂唔係，我係伴虎嚟嘅，你都有你有大雄一面嘅。成班朋友啦，係嘛？去冒險啦，啊好似啱啱而家準備送，準備上嗰套今年暑假就係話要去挽救音樂啊，係啊，係挽救音樂嗰套。咁你係啊永遠都好睇。當然啦，其實你問我最咁，後來我發覺都唔止我，原來大部分人咧最難忘咧嗰一集。嘅叮當咧，反而都唔係話傳説之中嘅最後一集嗰、那個喎。原來好多人最難忘咧，都係阿大雄坐時光機翻翻去以前，佢媽咪去揾佢媽咪啦，媽咪就唔認得佢。佢阿嫲咧當然唔識佢啦，嗰陣時因為以前佢未出世噶嘛。但係就係覺得啊呢、這個小朋友好有親切感，佢就見翻佢，翻去見翻阿嫲。咁好多人都係為嗰一集好感動嘅。咁啊，丁我覺得真係冇得頂嘅。應該如果你話日本漫畫之神係手中之重啦，但係你話如果佢最能夠傳世嘅咧，唔知啊，再俾多啲時間啦。叮當可能真係叮當，係啊，即係傳世啊！一足球小將，佢唔係啊，佢可能會比足球小將甚至乎啊入樽咧更加傳世啊！即係用再長啲嘅時間嚟睇啊！足球小將我覺得都可能慢慢會飛歐，因為其實足球小將之後有好多，我們的足球場都好撚正嘅，嗯，係嘛？仲有個足球風之翼，風雲足球風雲就好撚正嘅，足球風雲，足球風雲而家好似出個新篇啊，嗱正喎、哦，我唔知啊，好似係講啊足球風雲個男主角叫咩名啊？足球左腳仔，講佢翻翻佢間學校啦，而家即係佢 timeline 係同現實一樣嘅，卅、幾四十歲啦，喂、嗯。去翻嗰間舊校，屌你其實執多仔，屌你嗰班撚樣冚家產，個個變咗冚家產嚟嘅。於是乎點樣帶住班冚家產再闖高峰，即係咁啊！佢哋以前都係冚家產嚟嘅啫嘛，一班即係足群風雲。我最記得佢一開波就係講佢哋有個 legend 啊嘛，死緊咗啊嘛，我唔記得個名㗎啦。OK， 龍珠啊，龍珠係咪咁傳世？我真係懷疑喎。但係好，佢就影響好犀利。我講傳世意思係再十年、十年後，但係龍珠我諗都會好傳世嘅。都係好傳世，因為不過龍珠就有啲爛尾嘅啊咁啊冇啊 JoJo 都冇咁世界又係啦，好多嘅好多，但係丁譬如你怪醫係唔係好傳世？我覺得好傳世嘅，應該都可以 Black Jack， 即係應該係全世界都影響力。係啊，即係都係好咩嘅。咁如果你話全世界影響力，我諗叮當都係好誇張啊！嗱，我哋睇下啲相先，嗱，我哋冇聲嘅，但係。好在個麥有聲，如果唔係就唔使做節目噶啦。今日係咪？嗱，老實講啊，你淨係喺海濱咁樣見到都開心好多啦。唔知做幾時咧？唔知啊，佢而家有要預約。係啊，唔係我諗慢慢冇咁多人嘅户外。嗱，佢收費區反而爆曬，而家連免費區都爆埋。係咯。啊，好再去。嗱，其實就唔係咁細達嘅，因為咧佢食沿住成條的星光大道咧都有嘅，佢有埋藍地先行嘅，係啊，啊！叮靈條撚樣啊！叮當個妹叫叮靈啊！佢都係，好再去閪樣啫。啊，紀安啦，係啦，呢個就係南地氈，係啦。哦，即係呢啲都要預約入去睇啊！呢啲要預約，免費區，免費區都要預約噶。哎呀，佢有人流管制啊嘛！佢其實有埋我而家唔喺度講啦，有埋你點樣入喺邊個方向行離開嘅。咁後面有紀安啦，唔係係阿福啦，阿福後面嗰個靚仔即係有邊個個？即係大雄嘅情敵啊！我成日唔記得叫咩名啊！再其實我都好唔慣叫而家啲名，我係伴虎啊、紀安係咁啲啦。阿扎仔係啦，阿扎仔啊，阿福都仲可以阿扎仔。而家啲新名嗰啲咧，咩小夫我都唔係好慣。好再去，佢淨係啲叮當，其實都係好多唔同個造型嘅。正後面阿靜兒啦，我都唔慣叫靜香。希望啲遊客唔好搞嗰啲公仔搞。都實會㗎啦！你唔想講講遊客。
香港人都難講。OK， 不過小朋友見到呢啲啊，好難講噶啦。影相就 OK 啦。跟住後面啊，大雄老豆老母啦，豆沙包。OK， 好再好。咁啊，大家可以去睇下啦，真係悶悶地。好啦，有好嘢，沙田小瀝源住宅地，據講消息話收到10份標書。哇，咁多啊！首先咧，之前咧啲人又講到，又話乜撚嘢？屌你嘅發展商，我聽人講嘅咋？屌你老母話一日李家超、鄧炳強唔落台，佢哋唔會投地咁講嘅喎。咁唔通我係流嘅？嗱，又未必證明到我係流，因為點解收到標書？賣唔賣得成係另一件事，屌你咪去真係夠膽300蚊，300蚊尺。嗯，咁你政府賣唔賣咧？屌你可能佢有壓力啊嘛，喂，屌你唔好惡意不投地喎、啊。嗯，咁我咪投咯，咁入標咯，300蚊咯，260咯，係嘛？即係你話幾撚淒涼啊？幾撚耐？小瀝源嗱，呢一幅好細嘅，我諗就細細地，即係拆到士沙堡又叫做唔錯嘅位置啦，即係好多人都接受啊嘛，你沙田小瀝源嗰啲位置。好啦，咁啊對比上次攞地出嚟咧，招標咧已經相隔咗7個月啦。今次規模好細，不過咧信置啦、長實啦、新地啦等等咧，都係會有出標嘅。長實話只要價錢合適咧，嗱、價錢合適啊，會繼續增加土地。嗱、其實咧發展商咧同你哋去買地係有啲唔同嘅。嗯。咁我唔排除佢會即係買得成嘅喎。但係買得成咧？如果價錢真的很低，會俾一個咩市場，即係咩信息俾市場咧，係嘛？咁樓價咪冧咯，跟住繼續冧咯。嗯，樓價冧唔緊要嘅，對發展商嚟講，佢平有平賣，咁佢200蚊買尺翻嚟，佢平買即係平買就平買啫嘛，貨源輪轉啫嘛。但係咧，對政府嘅收入同埋對成個消費市場嘅信心咧，就好大打擊啦。對發展商其他地皮都。所以佢哋冇啊，所以佢哋咧嗱，佢哋嗰啲唔夠狠，阿成哥最狠啦，屌你咩半價，乜撚都係追起清嚇、啊，再就算輸咗 ，way off， 總言之做生意咧，貨源輪轉，佢買翻啲平地翻嚟啫嘛，好嘛啊，咁啊我唔知啊呢啲樓啊，如果而家你又要科斯，即係你又要預計過多3幾年後，佢先會啊。起得成嘅，中間有啲利息啊，卡啦，而家又俾高息，咁啊到時個人口係點樣咧？香港個經濟情況係點樣咧？哇，真係好撚薄喎！好啦，個建築成本，咁啊，你預計佢可能賣13蚊尺，我真係唔知啊，我唔夠膽估啊而家。咁你有建築成本有卡啦，我有基本利潤，我咪俾2000蚊尺你咯，係嘛？2000蚊尺麵粉，咁加埋我踏實啲啦，唔好起到咁華麗啦，俾啲利息，咁啊8-9千蚊咯成本，咁啊加埋啲利潤，咁啊1-2萬咁樣咯。嗯。實用面積400尺噶，400多萬啦，得唔得咧？都仲要估啊！300尺算啦，實用面積。唔係啊，都得唔得都仲要估啊！唔係啊，其實而家咧，即係換樓客，我真係唔識，我真係唔夠膽。我係發展商，我真係嗱，而家純粹以生意論生意，我真係你點你阿正理嚟咧？你點估啫？你幾年後？嗯，你而家都衰到咁撚樣，阿老蕭仲撚衰㗎。我琴日見到人，因為我冇聽啊，因為我訂嗰啲節目，佢會即係 email 俾我啲題㗎嘛。佢咧喺度講咧，其中一個環節啊，其實我本來我冇心機揾資料嘅，喺度講嗰啲大陸嗰啲平樓啊，咁屌你冇雷公咁遠，喂！幾千蚊就獨個層樓喎，真係有層，唔係爛尾喎，真係有層樓喎。啊，好啦，牛頭角警署男警琴日為左輪配槍上彈時走火，冇讓傷亡，咁撚巧嘅，啱啱話要換槍咧，就今日竟然會有人走火，即係令我諗起咧以前咧，一話要收嗰個馬仔坑，唔知點解會火燭嘅喎。嗯。一話要收呢個屌你咩手毛平又話會火燭咁撚樣嘅喎。啊，好啦，屌你咪換咯，講真。就係、是、你就算唔同美國佬買，咁都同中國買槍，都會有人好開心嘅。我諗都未肯賣俾你，你上大即係其他地方。That's true. OK， 好啦。嗱、這個警員係多餘嘅。嗱、佢又冇講響名，即、就、係、是、我諗啊，唔知佢需唔需要離職啦。但係我啊覺得好有問題啦呢單嘢。一名男警舊年12月。
而因為七歲個女拒食早餐掌掴佢，令佢瘀傷，被控故意襲擊兒童。咁啊，今日喺沙田裁判法院再提訊，控辯雙方同意簽保行為方式處理。裁判官下令被告2000元簽保守行為24个月，控方撤控。OK， 被告另需俾500元港元仲費。嗱，我唔會因為係差人咧，就啊覺得呢個太過鬆動啦。OK， 咁啊，因為有時教細路都一時之間都難講嘅。咁2000元簽保守行為撤控嘅話咧，咁似乎佢份工咧保得住喎。OK， 嗱，我睇下件咩事先。45岁匿名被告，匿名添，報稱任警察。英文字母 NCH 吳志孔 ，OK 代號。佢被控一項故意襲擊兒童罪，指控罪話喺2023年12月13日喺荃灣一個單位咧，身為超過16岁而對一名7岁嘅女童啊負有管養、看管同埋照顧責任嘅人故意襲擊該女童，其方式相當可能令到導致不必要嘅痛苦或者健康損害。OK， 案情話被告同妻子。個仔同個女住喺荃灣。2023年12月13日，阿 X 即個女個老師發現阿 X 個面部眼睛有瘀傷，查問下阿 X 話俾爸爸打，事件轉交俾社工，再由執法部門接手。錄影會面入邊，個女話因為當日驚上學遲到，唔想食早餐，俾老豆打，佢感到痛楚，視線一度模糊。哇！花好大力喎、啊。同年12月15日，被告被捕。警戒下就話佢唔係因為個女拒食早餐而掌掴，係話個女唔起床，所以用手拍醒佢。嗱，拍醒佢咁大力啊！嗱，我嗱你唔好咁衝動住呢單嘢咧。首先，我覺得因為冇其他嘢講咧，佢哋可能一個真係正真係幸福家庭嚟噶，冇問題啊。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嗱，你話佢唔食早餐。因為佢驚遲到，有啲學同學好驚影響人啊，所以我咪食啦。於是乎就掛咗一班嗱，其實佢可以唔係好大力噶，真係噶，所以你唔使咁衝動。佢我諗佢會就住力噶，我即係我咁樣去講。但係咧係無情啊！你嘅好細力咧，好細力啊！真係你自己就到，其實都可以，因為好亂噶，唔好講細路女7岁啊。就算大嗰啲女人啊，有啲即係成年女人啊，好你諗住為我輕輕一嘢，喂點知我胃穿撚咗咯？你真係不能好難想像啊！你諗下，你係令到佢眼睛有瘀傷喎，翻到學校嚇、即係 anyway， 無論你係有心大力定細力都好，個女童咧接受嗰下係大力嚟嘅。好啦，我亦都唔覺得呢個7岁嘅女仔去到咁樣接受警戒，即係唔係接受落口供嘅時候會。教我講大話，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佢老豆咧呢個最大問題。如果如實話之嗰日咁樣，我都冇大咁點知咁，反而咧，即係我係調查嗰個警員，我都明喎。啊，老豆教女有陣時，但係咧你係話唔係喎，我冇喎，只不過佢唔起身，我拍醒佢喎。我真未聽過唔起身拍醒佢咁，你將啊熬下佢。你拍你咁樣，女醒啦醒啦醒啦，係啦係啦，喂。我如果淨係呢一點啊，你問我，我係檢控，或者法庭啊，我接受唔到咯，因為你講大話，好明顯啊。至於你話你係咪真係大力定係有冇就力嗰啲，我唔係好關心啊。你喺呢一度講大話，仲企圖去為自己辯護。至於控方點解話大家同意簽保守係咪2000元撤控啊？就係令人哋覺得好撚咩咯，好奇怪咯，係嘛？你話如果佢唔係差人嘅，你會唔會撤控啊？我唔知啊，或者你會都唔定。但係講大話喎，係嘛？你有冇可能啊？屌你老母！就算個女，就算你真係拍佢塊面珠墩啊，都係講喂醒啦醒啦，係咁樣嘅啫嘛。屌你老母！你會打撚個眼角有瘀傷啊？同埋老實講啊，熬下個膊頭都醒啦，唔係熬下張被啊？喂，阿女醒啦，摺下腳板底都得啦。係啊。屌你老味咁都得嘅，真係好撚大鑊。嗱呢單嘢咧判得好，呢單嘢判得好，講埋呢單。運輸工人同埋條女共同飼養鬆屍狗，兩人分手之後，運輸工負責照顧狗隻。佢涉嫌將只狗擺喺葵涌一棟工業大廈嘅空置單位入邊，到只狗死撚咗，佢連屍體都唔處理，直至保安員發覺有
個屍體已經腐化如合白骨同埋鬆毛，哇！好撚大鑊喎！被捕後，呢個運輸工就話知道個狗女有病，但係冇帶去睇醫生。知道死咗之後，亦都有裝香俾佢。OK， 咁啊，裁判官話運輸工極不負責任。佢話：喂，你知道有病，咁佢識唔識自己去睇醫生啊？你冇能力就唔好養啦。難以想像狗女去世前面對嘅孤單，形容案件令人難受，判運輸工監禁四個禮拜。嗱，首先坐監係合理嘅，但係咧 ，OK， 個温啊法官咧都係有話喺判刑嘅時候話，因為而家控方因為控罪咧係控方冇辦法之中嘅選項，點解冇辦法啊？因為過咗嗰、那個原來咧有追訴期嘅，即係狗唔同人啦 ，OK， 對付呢啲動物，所以咧而家咧就處理公共衞生問題 ，OK， 如果唔係咧。你咧應該係會被判虐畜啊、虐待嗰啲係更加嚴重啊，咁就係公共衞生問題，但係都係要判你坐監啦，但係就只能夠坐十個禮拜咯。OK， 咁你都戇鳩啦，阿傑仔曬一歲，運輸工人被控喺2023年11月至2024年1月15號期間咧，喺葵涌葵順工業中心三樓個空置單位放置腐肉同埋發出惡臭嘅物品，認罪被判囚四個禮拜。嗱，睇下個案情點樣撲街。被告同女朋友喺青衣嘅單位同居，共同飼養涉案嘅九歲狗女，兩個人喺2022年5月分手，即係分手咗之後年幾隻狗先死嘅喎，女友遷出單位，狗隻就被告照顧。到到2024年1月，即係兩年後啦，差唔多，保安聞到涉案單位嗰個淋浴間傳出臭味，強行進入單位，發現狗隻。但係屍體咧，即係狗屍啊，已經腐化到淨係得皮毛同埋白骨，冇曬軟組織，即係啲肉冇曬。由於嚴重腐化，無法進行化驗。漁護處喺狗隻遺下嘅晶片入邊咧，確認被告嘅前女友係登記狗主，就聯絡前女友。前女友即刻報警，佢梗係錫狗㗎啦，點會唔錫啫？被告第二日被捕，佢喺錄影會面就話，由於居住空間有限。佢知道涉案單位空置，就將只狗帶去嗰度。到去年11月，佢見到只狗冇乜胃口，即係2023年啦。OK， 兩日冇食嘢，不過佢冇帶去睇醫生。第三日見到只狗釘暈咗，佢唔得閒去處理狗屍，但係偶爾會為狗隻裝香。你話幾戇鳩？嗱，你唔帶去睇醫生，已經係啦。你唔得閒啦，可能有陣時都會嘅。咦，佢唔食嘢，唉，我又忙。屌你老母，我俾嗱，我同你解釋啊。可能啲狗會過量好啲噶嘛？點過量死撚咗？咁你都唔屌你老母，你衰撚極，屌你老母！你揾個袋撚住掉出街啊！仆街係咪？起碼老實講啊，正常嚟講咧，又唔好話要做咩法事啊？去屌你老母，你起碼屌你老母揸架車刮個窿，屌你老尾擺好佢啦！喂，以前我哋啲狗死撚咗，我哋幾撚大工，幾撚大工程啊？你話咩破地獄嗰啲話唔會，真係揸架車屌你老尾上去到啲即係。啲山即係啲荒山野嶺，屌你刮個窿，屌你然後話，屌你仲要唔係就咁擺落去喎，喺個泥啊嗰度墊一塊，墊張被啊，擺喺狗內又冚翻張被啊，棺材就冇啦，又擺翻啲泥上去啊，屌你然後屌你老母閪，又成爭啲種棵樹上去咁滯㗎啦要嚇，即係你唔好咁樣劈喺嗰度勾喎，屌你老尾，你係衰你係衰啲下啫嘛，好嘛，好啦，咁啊裁判官話。問控方點解唔過去殘酷對待動物啊？控方就話因為已經超過檢控時限，而且屍體腐化檢驗唔到死因，所以唯有用呢個現時嘅控罪咯。啊，咁啊，被告求情就話咧，後悔冇處理狗隻嘅身後事，希望法庭輕判。法官話：喂，我真係唔覺得有人會咁樣掉只狗嘅屍體咯。啊，佢就咁擺只狗喺嗰度，自己養過喎，不理死活。被告否認。好啦，呢個抵死啦，唔好講。其實老實講，我真係唔明咧，屌你老母係！我又啱啱早兩琴日先同阿十三妹同阿我家姐嗰啲講開呢個話題，我真係唔明點解有啲人養開啲貓狗可以屌你老母係因為分手啦，因為公屋啦，因為移民啦而掉撚咗佢。你問我，我講，我解釋俾你聽，我會點做？如果我養啲貓狗，我住公屋嘅，其實如果我住公屋，我知道公屋唔俾養，我就唔會養。如果我養貓狗，我亦都冇能力搬出去
房屋署俾封信我，話喂，你要屌你老母閪，唔撚准養狗嘅喎。如果唔係屌你，你冚家產嘅喎。咁我會點咧？最下嘅方法，最下先啦，揾人即係信得過人去照顧佢咯。呢個係最下先。你問我，我寧願公屋都唔要啦，出去捱鬼咗咯。因為佢就係屋企人啊嘛。喂喂，我真係屌你老母，我冇呢個能力喎。咪最下線咪揾啲親即係熟嘅人咯，絕唔可能咧！屌你擺撚到出街，關人揾唔到人啊嘛！擺撚出街，喂，因為你照顧得只貓狗咧，其實就等於你屋企人一樣，我唔好話仔女啦，屋企人一樣嘅。你有疑問，咪帶埋去咯。嗯。啊，你話喂，屌你老尾，種種其實唔係你就咁諗到咁難啊，係麻煩嘅咋，即係帶啲貓狗坐飛機啊，係即係一定要檢疫嘅啦，你冇得傾嘅啦。好啦，如果唔係嘅。看看哇原來都十二歲了我過幾年先走咯、嗯、等佢百年歸老咯、嗯、即係最如果唔係就帶埋佢走所有呢啲咁樣我真係唔明呢啲咁嘅人渣我同大家講啊所以今日我睇見咧基督教中華基督教我唔記得咩會啦做一個調查話咧嗱首先咧好大鑊仔女移民留港老人問題好嚴重，佢個調查咧，百分之五十幾人會覺得咩孤單？屌你老味閪！我覺得啊，佢都係嗰啲父母啊，去 pretend 扮嘢嘅啫。老實講，一個老人家，唔好講老人家，講我有陣時我翻屋企，我太太唔喺香港啊，我仔又唔喺香港，我一個人坐喺度，我都會諗嘅喎。你話我係咪咁感性啊？咁你真係會諗噶嘛？你一個人喺翻咁喺間屋度，屌你老母閪！我以前細個啊，同我屌你老母三個家姐啊，老豆老母一齊坐，跟住我啲最人丁旺盛啦，哇！啲家姐啊帶埋老公啊，帶埋佢哋啲我啲外甥翻嚟啊，跟住我又娶埋個老婆，哇！好撚到，然後慢慢屌你老母，跟住計下計，老豆釘撚咗，老母走撚埋，啲家姐個個出曬咩啦，娶個老婆，屌又去咗旅行，話遲啲會死嘅咧，話我死話去死先，個仔又開始長大，得翻一個。即係無論你細個喂幾萬千寵愛，喂我啤我真係萬千寵愛，我由細到大啊，因為我一個仔啊嘛，同埋我啲我細個醒目啊嘛，得意啊嘛啊，咁但係你都係好孤單嘅喎，咁你諗下你係咁，你阿媽係點？你老豆點啊？喂佢一樣係㗎，譬如我老母喂，屌你一個女人嫁咗個老公，生咗三個細路，湊大佢哋，跟住有啲子孫開始大啊，啱點，然後走撚曬喎。屌佢撚曬外國喎，佢梗係話誒雞走啦點，佢梗係咁講啦，為個孫雞咁。佢唔會寂寞，係啊！喂，這個問題又係另一個問題嚟㗎，因為你淨係睇呢兩年，啲老人家嗰啲即係差唔多日日都有，佢可以係病，可以係成，但其中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嘅一個 factor 嚟㗎，就係好孤單咯，係嘛？又或者有陣時老人家諗乜嘢啊？好似我哋睇《全職乖孫》嘅最觸動就係反而。是老人家就算臨走之前都仲喺度諗緊啲仔女子孫佢點樣安排啲財產嘅分配，假如有財產嘅話，都擔心緊啲仔女咩？哎呀，佢唔翻嚟睇，佢可能唔忙啦、啊，佢好多嘢做嘅，啊！屌你老母，老實講啊，有啲人對狗咧都可能會好啲，對老豆老母好係。我成日覺得人咧，如果連自己呢啲咁樣都唔能夠喺能力範圍入邊做最好咧，即係能力範圍啦，即係屌你都係冚家產嚟啦！你又唔好撚樣啊！即係你要知道，可能你同你老豆老母都未必好啱，即係緣分好啱，但係而家你都年紀大啦啊！屌你有時翻到去，可能都有時喂幾廿歲都照揞喎，我見到有啲咁樣嘅。唉，屌你咪氹下佢就下佢咯，都係咁嘅啫。唯一就係咁嘅啫，老人家。喂，再望你哋翻到嚟有餐飯食口，唔係好撚難嘅啫。打下電話俾阿媽嗰啲唔係好撚難嘅啫。所以話屌你老尾，至於你話貓狗，你問我，我屋企我連嗰啲毛公仔啊，我都唔捨得教啦。屌你老尾，仲何況我一見到呢啲新聞咧，呢度撚樣抵撚死，四個禮拜，佢咁撚蠢啊！屌你，起碼要三個月啊！喂。我屌你老母當你喂咁撚爛啊！你閪撚到揾個大黑膠袋袋撚住去屌你老味閪，掉落去垃圾房啊，都係好閪噶啦！你養過都唔捨得送隻鬆絲咁撚得意係嘛？休息陣。